now less than two enemy zeros. Congratulations, Sean. You're the best someone else. Let's have party tonight. Well, then, you better tell Colonel Chenault that I expect him to personally cook me no less than three chickens. Heavy on the salt, and throw in some hot peppers. John, weren't you so enjoying killing? I don't like killing people. I like killing Japs. I joine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Corps so I could do precisely that. My brother was taken prisoner of war in the Philippines. Those Jap sons of bitches tortured him to death. Damn bullets.击落133号战斗机，可惜飞行员已经跳伞了。跳伞了？跳伞了，对我们来讲，这种击落就毫无意义。西乡，你知道吗？133号战斗机的飞行员是陈纳德飞虎队手下击落我军战斗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
让我现在就派人把他干掉。你又错了，西乡。据说这个小约翰是美国参议员大约翰的儿子，你知道要活捉了他，对我们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就可以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向全世界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国家宣告：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西乡，你立即派一个特遣小分队潜入风陵渡的后山，一定要活捉这个约翰。虽然风陵渡是敌占区，我要把他毛剃光了，给你带回来。你又错了，我需要的是全须全影。全须全影，明白了。我不光把他带回来，我还给你抓两个蛐蛐回来。据说中国的蛐蛐比中国人都厉害，都是全须全影。Japs, I'll get you for this! I'm gonna get you for this!终于来了，我最喜欢你们的锅卷，晚上你还可以请我吃一点回锅肉。不可能是日本人，日本鬼子的个子才差不多这么高，也是露出了腿，而且有那种小小的胡子，特别傻。你皮肤这么黑，如果你是日本人，那你的马肯定被猴子强奸过。我听得懂中国话，你在侮辱我。Oops， 你这个长毛怪还会使诈，你再贴上击落我们九架飞机。徐一哲，你开过飞机吗？我也受过飞行训练。我告诉你，你击落的那些飞机的飞行员，他们都有妻儿老小，但是他们轰炸了无数的中国的平民、父母和孩子。你是飞虎队的成员，啊？你这只老虎翅膀折了吧？你倒是飞呀，啊？我要把你这个大猩猩带到日本去巡展。最好把我绑结实一点，要不我会飞走。这把枪就留给你防身吧，啊！我找两个人，把你这个毛猴子给你带走。嗯？哦，算了，别！
你是土匪吗？别杀我！你是中国人吗？诸位，你刚刚已经发现了那个飞行员，为什么还让我们离开？那个大猩猩挡掉我们十一架飞机，我想折磨折磨他。你们跟我去了。我把骚楼的雅兴，走，众位，你可以示意鸣枪，让我们过去。笨蛋，这是地下区。走，走。真谢谢你，夏兄弟。我不是跟你说，他为什么要打你？废话，他们不是日本鬼子吗？他们就是日本鬼子。给救了，给我搜！哎哎，这个飞行员一定跑得不远，搜走。小兄弟，我不是你们的，我是妹妹。那个美国大猩猩呢？啊！带我们去找那个美国飞行员。还他妈捡枪！谢谢你，小兄弟。行吗？当然可以。别客气，来，过来。爷爷，爷爷，别歇会儿。爷爷，哎，爷爷，哎，爷爷。这是从哪儿弄个黄毛的？
美国飞行员啊，开飞机的让人打下来了，吃败仗了啊。老爷爷啊，求求你救救我，我是美国的飞行员，我为了中国而大战，求求你。哎呀，救救我。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此时的风凝度竟然还蒙在鼓里，而这个叫柳烟的女人就是因为这件事和穆良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喝了，下次吧。你这茶也太贵了，下次我给你打五折。这还差不多。队长，县长让我通知您，有消息说日军的一支部队已经在青山的后山驻扎了。看来战事到家门口了，咱风凝渡老老小小全加起来几千号人呢，就指着咱们这支保安队了。哎，可是咱们保安队怎么跟小日本的军队抗衡啊？什么大军呢？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就那小日本，那弹丸之国，就那螺旋腿，还有那个，哎呦喂，你瞧瞧咱们中国老爷们儿，一个个那人高马大的，怎么的，宋队长，咱还怕他不成啊？是不是啊，兄弟？是，那当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来，我煮了点麦子，喝。你别再管我，快去找郑贵俊，快去找国俊。不是，我不知道国军在哪儿，我上哪儿去找国军去？啊，你要找国军啊？对啊。哦，在镇上有，柳烟茶馆里面最多了。是这样。我天快黑了，我赶紧去找去。然后爷爷回来，你跟他说我马上就回来啊。我知道。把粥喝吧。你在路上把脸洗一下，别吓人家。哎，快 ，move it, soldier, move it。对啊。哦，在镇上有，柳烟茶馆里面最多了。谁啊？我，真是活见鬼了！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我来找国军的。找国军？对，他们说你们家有国军，我刚才看楼底下没人，我就跑上来了。我这不是有意看的。哎，你慢点说，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哎呀，日本人打到风凝渡了，我要找国军。你说什么？日本人怎么了？哎呀，今天我在山上打猎，我看着一群日本人在要杀一个美国飞行员，我就把这个美国飞行员给救了。这个美国飞行员说要找国军，哎，日本人打到风凝渡了。我知道，那些美国飞行员是来帮咱们打日本人的，是吧？对，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就凭你，能救一美国飞行员？都，我，这怎么的？你转过来。你把衣服穿上。我穿好了。我一直住在这个镇子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住在山上，很少到山下来。好，我相信你。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件大事儿。我带你去找国军，走。
怎么了？没事没事，扭着脚了。上来。啊。穆良逢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女人，这一杯他心里扑棱扑棱的。什么花这么香？回头给他摘到山上去。哪有花啊，是香粉的味道。哦，可没想到却碰上了个冤家胡连长。放下。这是谁呀？这不风铃渡茶馆的柳大掌柜吗？这出门就是有谱啊，还得雇个人背着。谁也没指望你这狗嘴脸的吐出象牙来。我今天来找你是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小事？老子出生入死不抱着女人睡，抱着枪睡，这就是为了国事。说得好，那你跟我这小兄弟走一趟。去哪儿啊？我这小兄弟说了，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就在山上呢，说不定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听听听听，听见没有？小日本就要来了，都快打镇上来了。嘿，我说这老天爷是睡着了，让这小子站岗放哨保家卫国呢。哎，我说你怎么就没入伍呢？哎，你们看看，他在刘掌柜面前，那已经是大英雄了，也是我们的大英雄，啊，还救了美国飞行员呢。你俩是评书看多了吧？这评书里也没有救美国飞行员的事儿啊。哎，小子，我告诉你啊，这样啊，你啊要真想当大英雄的话，到兵营里跟着我，我以后保证给你机会救美国飞行员，行不行？我就是救了美国飞行员。呸，给你个杆你还真往上爬，说你胖你还喘了是吧？你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啊，别在这编瞎话骗老子，老子没工夫陪你撒尿和泥玩。哎，吴连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这小兄弟可不像说瞎话的人，你怎么就不能相信他呢？你是一个正规的国军军人，不会连我这个女人的觉悟都没有吧？我死去的丈夫也是国军，对于军国大事我还是懂一点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赶紧把那个美国飞行员给救走。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如果你要是闲的话，我劝你赶紧回去把招牌摘了，啊，换个男人喜欢的。我告诉你，你当兵的不干当兵的事儿，我替宪兵队毙了你。谁呀？燕语扬声的。这么嚣张！大林，铁老板，不介意吧？我重庆总裁，悄悄学一下，别跟别人说。说，飞行员怎么事啊？张团长，有人说他在山上救了个美国飞行员，而且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你们吴连长就是不相信。你，那枪怎么回事啊？三八大盖儿，日本枪，事关重大，快派人给他叫过来，咱们也看看美国人什么样。喂，你小子，你带路。脚还疼吗？没事了，赶快去吧，这不找着国军了吗？走吧。将军，第一小队去找飞行员，现在没有消息。第二、三小队已经派过去了，正在赶往飞机失事地点。告诉他们找不到就剖腹，快去。嗨。别走！有人，有很多人。还有你说，都去看一下。是啊，吉祥我弱，那也得上。野猪都比你聪明，来，躲起来。你才野猪！连长，我看咱们还是先躲起来。是啊，这样上去只能白白搭了他的性命。你小子要再骗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小静静和酱，不许去！为什么不许去啊？我爷爷他们有危险，别想暴露我们嘛！哎呀，只要你们藏好了，我不会暴露你们的。那也不行，你万一出去了，被小日本抓着，把我们供出来怎么办？哎呀，你放心吧，我被他们抓过，让我供出那美国飞行员，我都没供出来，我给他们引到一个抓野猪的套子里，全都死了。放心吧，不，哎，你这样去，我刚才听着枪响，马上就赶过来了，万一我爷爷他们有危险怎么办呢？你要是被日本人抓住，千万不能把我供出来，这是叛国罪，要枪毙的。
国的英雄，别说话，保命要紧。爷爷小心点。你把他领家去，藏到那个草堆里边。嗯。我去镇上找人把他弄走。臭小子，你干嘛呢？你找什么呢？我爷爷没给我留红薯。我爷爷真的跟美国飞行员在一起，还有小精灵。我没说瞎话，我不是瞎话老子。这样，那个，你们俩在这儿，我去找我爷爷，还有美国飞行员。臭小子，万一出去再让小日本碰见怎么办？老子还得去救你。美国飞行员的账，我明儿再跟你算。我不是瞎话老子，我没说。小子，你听着，这些枪老子先放你这儿，啊？对，你先帮我收着，明儿一大早给我带兵营去。我告诉你，你的小命可以丢，但这些枪绝对不能给我丢，听见了吧？嗯。小山，天太黑，我送你。皮能打。哎呀，爷爷，你怎么回来了？哎，这不，美国飞行员呢？我藏起来了，藏到水洼那儿了。周围弄了不少老虎粪，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见小鬼子了，幸亏我趴到树后面，才没被发现。走了我才回来的。没事吧？没事，这枪怎么回事？哎，他不愿意拿，嫌沉，让我明天给送回去。哎，你都急死我了。那就送回去吧，放咱家算怎么回事啊？哎，可算把你等出来，这枪我给你拿回来。放下吧，放下吧，放这儿啊。啊。还有这个。枪我替你拿进去，现在吴连长他不想见你，你赶紧走吧。不是，我得见见他，我得跟他说，我说的是真话，我没骗人。那美国飞行员兄弟，我看你老实巴交的，劝你一句，赶紧走人。我们连长这会儿心情不太好，飞行员没找到，差点连命都搭了进去。快走啊，我是为你好。
那不行，我得等他，我得跟他说清楚。等什么呀等？走。不是你脾气怎么那么暴躁呢？憋死我！放手！我是一个美国的飞行员，我是一个英雄，而美国是你们的盟国，你还这样对待我？嘿！您要这么闻，就能闻到香味了，是不是？是吧？哎，什么花这么香？回头给它摘到山上去。哪有花啊？是香粉的味道。给谁买呀？是妹妹还是媳妇儿啊？老爷子，他可是大英雄啊，在天上击落了鬼子9架飞机呢。啊，那么能耐啊？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上头来电话了，说美国是咱们中国的盟国。老爷子，您可是立了一大功啊。哎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孙子把他给救的。哎，你们镇上最漂亮的女人柳烟，柳老板吧，她呀就喜欢这种香味儿。哎，她一买呀就5盒5盒的买。啊，老爷爷，你一定会活100年。借你的吉言呐，穆兄弟，进来喝杯茶呗。好。来呀，坐吧。你这傻小子，准是杂货店老板娘跟你说的吧？柳烟茶馆的柳老板每次都买5盒，